叔叔阿姨，现在这个房子呢，也就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本来是想着把这个墙全部粉一下，再让他过来住。但是呢，现在阿姨在那边就是说，也不也是怕花钱，怕我花钱，就说不愿意在那边住。所以说我没办法，就把先把它接回来，再直接住一下。咱们这个条件上，小妹。阿姨，反正这边条件不是很好啊，你就是说，因为我本来想让你晚两天再过来，这边我想把它全部收拾好啊，然后你非要过来，但是这边没有那个宾馆里面那个就是条件好。可以可以，这儿很好啊，我想这跟家的感觉。有点家的感觉啊，很好。因为那个姨，我想问你一下。像彤彤和二飞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彤彤在自来水去跑的，把他爸爸也走了。就学啥那啥，我就外地啊。这后来，邻居给他捡着了，顶到娃娃去，小时候的。这后来大了以后吧。这事儿有点干，你这边手续也看不着，那我身体也不好，成天还清的，后来他家里人手贴不安全，这不定了陈工吗？就和他的爹，成天都吃喝玩乐，不懂点干，他有时间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能骂他，就不用他。我媳妇也都知道，我都听着你说的。现在欠那么钱，我也没有能力还。你都出去打工，你别想那么多。我自己会努力赚钱的，你要好跟你身体照顾好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阿姨，那这个事情哈，也不能说怪你，只能这个是吧？这遇到这个事情了，这谁也不想遇到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这种人，现在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既然这个事情我知道了，这个事情我就会去管，你们好好的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自从彤彤来我身边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情，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不是我说回家，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，啊，这个事情既然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阿姨，我们就安心在这里做，就把这里当成你的家，这个地方你放心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啊。你就好好在这里住，什么都不要想。你就是说在这里养老都行，啊，添太多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别想这么多，因为彤彤对我也有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他也天天帮我，是不是？也没给我提过什么要求。这个地方是现在这些事情是我能做的，你就把心放肚里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有点晚了，这过两天。以后那个谁的，就说我们在旁边邻居哈，都喜欢过来玩，但是我们关系都挺好，包括这些爷爷奶奶跟你岁数都差不多，你们都可以在一起经常聊聊天，你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就行了，好不好？阿姨，你放心，像彤彤在我这里，我一直把她拿当亲妹妹看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妈，这你放心吧，行不行？现在我们在一起就是说是，最重要的就是你把身体养好，我们开开心心的每天把生活过好，好不好？别的什么心你都不用说了。